来吧，狗头银。平 A 掏一下，平 A。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掏，七平 A， 平 A， 平 A。脆弱的身体，脆。掏，七平 A。谁也别补。哎呀，我带错装备了，我怎么带的多兰戒指？蜘蛛打野是吧？蜘蛛炸平 A， 回想起来，掏回来。西炸点燃平 A， 闪现平 A， 炸！来人了，来人了，咋办呢？来人了就等死了吧，炸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俩小兔崽子。他们觉得自己赢了，可悲。这样说吧，800重伤不买，来个水晶瓶，蜘蛛是不去中了，掏炸平呗，平呗，平呗，掏，打扮着西藏，平 A， 平 A， 丢了个车啊，刚才。炸平 A， 不要在意我们的补兵，啊，我们主要前期就是压制狗头人。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掏，吸，平 A 接放，接平 A， 你还不走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没明白啥意思啊！你是不是觉得我杀不了你？如果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结果，哎呀，又是蜘蛛！哎呀，可恶的蜘蛛，真可恶啊！带我来个遗失的章节。先来个章节，
人系统都有一道被冲击，完了，全剩残血。哎呀！狗头银肯定是不上来了，塔下耗他血吧。我真喜欢和蠢货们飞进口舌。掏，炸，平 A 炸，开大，来，俺俩对儿，劈炸，这是有点忍不住了呀，我一看。忍不住了，受尽折磨了。掏一下，吸 W 溜，回家了。还跟我出吸地还？咱先来个恶魔法典，出个皮还。减个速。我听到他们在喊我的名字。这样他吃不到我们的塔皮。掏炸，平 A 接炸，平 A 掏回来 W 吸炸，平 A 平 A 平 A 接炸，接平 A 接掏闪现炸。这波他妈他大招比我好的快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哎呀，这一点点，一点点要命啊！我差一秒钟。没想到吸地海居然起作用了，吸地海呀！坏了，我跟你们说，那蜘蛛在这个位置可能要坏事儿。那蜘蛛咱就不去了啊。狗头银如果刚才省个闪现就好了，他不省。我感觉蜘蛛要来了，怎么办？炸出来，给我咬死了。有点蝴蝶效应了，上一波我们的大招差一秒没把他杀了。他吃完塔皮，吃完塔皮，蜘蛛来了我就没办法，赶紧出来，一会儿炖好了。哎呀，我操！
小小挫折，仅此而已。小小挫折。这波蜘蛛如果在这里，我又得死，我怎么办？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无解了，只能说是无解了。希望蜘蛛不要在那里。不能跟他打了，等个二十秒再跟他打啊！如果他现在大好了，我们又得死，死完以后就直接聚聚，略微等一等。我们俩互相吸吧，我看看啊，我药水还有一会儿。但是我没蓝了。战争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我点炎马上好，你别走啊。他的闪现比我的闪现快了25秒，哎呀，咋吸地海，我操，我给忘了这个事儿了。事情很严峻。这怎么能叫浪呢？俺们俩在互相博弈呗，没博弈过，不够细节，没博弈过人家。这个浪沾什么边儿呢？真是。硝烟散尽时，就是群鸦的声音。插个眼儿的。魔抗有点高闪现了吧？啊，吸地还不起作用了吧？
哎，我还炸你一下子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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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紧跑啊！回家了。我需要一个水银海，外加一个秒表。皮海太贵了，皮海要是便宜点就好了。打个蓝去。可见到的就是可征服的。来打个峡谷先锋，可以打。打完我们中团，中团我们晚上我们收四五个人头，收完四五个人头我们补给。掏回来，西接炸接平 A， 平 A 接霸，接霸接丁。掏接炸接炸接吸接平 A 接切平接炸接炸接平 A 接炸炸中推，不小心点到屏幕外边去了。有没有发科那味儿呢？走了，蓝枪把峡谷打了，我们回家，来个中亚沙漏。出个小鬼叔，下边带团，团，团完直接上高地呀。掏回来，吸炸接开大点盐，炸平雷接炸接丁，炸接炸接掏，放峡谷，不回来狗头人，不回来让你基地爆炸。炸平 A 接掏回来，炸枪毙了 W。 这狗头人还不回家，小龙吗？那还不回家，我们小龙没有红，跟我小龙1700直接美甲切魂卷吧。
整顿一下，整顿一下，直接走大龙。看看机器人会不会来大龙啊，你小心点，你就一个人啊。你干啥直接开呀，你玩儿呢？偷，别打，跑跑的吸回来，炸平 A 接掏，定住接炸，接平 A 接炸，接平 A， 蜘蛛也得死。闪现掏回来，吸，炸，接炸，接炸，漂亮，掏回来，吸接炸，炸。掏回来，八八六接炸，接炸 ADC， 掏回来，吸接炸，平 A 接炸，掏，八八六炸，接炸接点燃，接炸接平 A， 平 A 差点五杀，我操！拿下，永动机，无限吸血。